好肉啊，完了，这把再整一把蜘蛛吧，真就一把都不重复呗。今天上把男枪截错战了，为什么还在刷呀？我看我的竞猜记录啊，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死心，你们老是冤枉我截错战。上把男枪10.36的，我的伤害是否最高？我选的是能吗？不对劲，有问题。等我开个 TGP 看一下，确实有点问题啊。等一下啊，我看看我是几点玩的，我先对一下表来，我不存在失忆的，有错就认，挨打要立正。我先看一下，别急，不会赖你们的。我点错了，我从来都是照赔的。我先选一下来，不要急。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战绩。男枪接错了是吧？开始时间10:40左右，这把为什么退出游戏了？很烦。好像伤害确实不是我最高，但是我记得我点的不是的呀。那我们就我的竞猜确实接错了，那我修改一下吧。644鱼翅，哇他妈的，贵族鱼翅不能用的吧？这么坑，有点恶心到我了。我这个10000多的贵族鱼翅他不给我结算，很烦。好吧，应该是可以了。修改成功，充值完成，修改成不等了。好吧，那就没问题。不好意思啊，那是应该我没有看好，手点快了。还好还好，小场面。这不我只花了600多，我之前。花过3000多有一次，没事了，反正你们截错了就等于白赚了，不是没有截错的等于白赚了，截错了的话也不亏，改都已经改了，现在刷不要了，是否已经太迟了呢？点错了就点错了嘛，改回去就晚了，反正是我自己花的钱，有些人无所谓，玩竞赛的人他就有所谓了呀，你们觉得无所，人家会觉得有所谓的，没事截了就截了嘛，哎，联系不了超管以前可以，斗鱼搞烦了就不让搞了，老早的时候是可以的，斗鱼他自己就懒得管了，反正主播截错了自己赔，搞不了，最开始以前可以，现在搞。不了，不管了，截错了赔付倒是挺正常，就是他赔的有点多，这种本来就是一个误会的，我觉得他可以赔的鱼翅少一点，就是赔的时候搁的跟赚钱一样，就比较烦。我们现在是直播间玩竞猜的人少了，以前多的时候我截错的一次得赔个2-3千，那个时候才夸张几百万。刚才说你们带节奏的狗请道歉，你这个说话就得理不饶人了是不是？我带他们给你个道歉、啊，别刷了啊！他们也是出于一个相信我的角度才会去那么说的，因为我记得我是没点错的，当时发现点错了，我也给你们改回去了嘛，就不要再刷屏了，好吧？你这样的话，你骂他们就等于在骂我，因为他们是肯定相信我了，才会去那么讲的。我也觉得我没点错的那一下，但是他确实点错了嘛。终于来个 AD 英雄，我最近发现 AP 英雄打中单胜率比 AD 的英雄要高，不是要玩杰吗？那就玩啊！我整一把蜘蛛，别卡拉丁，那没法配合。哎呀，他怎么卡拉丁当分奴了呀？整一把蜘蛛，蜘蛛不好看，那是别人的蜘蛛。看来我玩这把蜘蛛的话，你会改变对他的印象，因为主播的蜘蛛特别的准。这个一，你看他这个阵容。你这个门多不就随便杀的吗？10分钟之后你就会发出主播真强，关注了。今天我们挑战玩不重复的英雄，今天一把英雄都不重复，所以有些重复过的英雄我就不玩了。如果我玩了重复英雄的话，只能说今天挑战失败。说说鱼丸的用，没啥好讲，鱼丸就是拿来娱乐竞猜的呀。上级前没来，别来抓，没伤害，我就没打算去，好吧？就是因为卡拉丁前期没伤害，蜘蛛这个英雄又是打前中期的，所以就不好配合。我想让他玩一把前期给进的，差点回家换扫描。这人在干什么？你闪现怎么没了？这把直接速三游走就完事了。就是这个英雄主要就是刷人的，不怎么刷野。这小炮带一个余震。什么小炮？这是波比好吧？波比 E 不是能触发余震吗？还有 R 对不对？可以控制对手，还有 W 三个技能可以触发余震的。他这个余震带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游戏理解可以的。找不到我王云哥，他直接搜用户，搜艳音符就能找到了。怎么都要死了，他好像是没闪了。这防御塔没反应过来之前把他秒了，不回我这瑞文，那就中路搞一波，上级就开搞。这个线的话我不吃，这个线为什么不吃呢？我吃了肯定会有人说我脏，所以我等他进来我们补这个线，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往往这个时候的话，你看你这打野前面不来，我死了才来滚，但是我们就等这个兵线放进去了。你发现这个线如果不吃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卡不住了，直接就进塔了，进塔的话他吃的就更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线是可以吃的，只要给他挡在外面就可以了。我来下路了，
再见。哎呀，这小兵，哎呦，该死的小兵，那往哪跑呀，小宝贝？咬一口 ，A 一口，再见了。用户名太多太假了，从哪个最帅的那个戴口罩的粉丝量最多的那个关注量最高的那个就是我。我想直接买个福灯回升再打点钱，不知道你们说直接出杀人术的是怎么讲。直接做这杀人术这件装备会让你的优势变成军事甚至劣势，它本身价值并不高，你花个1000多只有几百的属性得叠起来才强。杀人术10层以下的话都是亏的，10层开始才慢慢开始算回本，10层以上才有的赚，知道吧？所以可以来个戒指，戒指不贵。其实老板的戒指的话性价比超高，就是比他面板属性的价值还要高，但是因为他太强了所以被削过一次。所以如果你非要买的话，我们先买个戒指，先把戒指叠到10层，然后再考虑做书。直接买书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性价比太低了，花最多钱买个最没用的东西。哎呀，这波比给我烂头啊。可以啊，主播我关注你5年能看到我弹幕吗？我觉得我并不能看你弹幕。你带着另外一个主播的牌子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主播改名字，你却说你关注了我5年，我好像播都没播5年吧，我看不到你弹幕，别刷了啊。好，戒指来了，我去控先锋去了。哎，不对，你干嘛？等他开反击风暴，一手E抵消落地，在一个 A 闪现 Q 拿下啊。我刚才以为线没了，但是我发现在河道里面它显示还没有消失，而且有人在打，把它拖里面来打，不要急，外面是看不到我们的。你走，我自己可以打，他来的话对面反而知道我在打了。我这个打得很快的，你打到后面他不就等一下，先把蜘蛛解除了，不然 A 不到他后面啊。你吃我100块，行吧，给你了。这个卡萨丁怎么还这么难呢？我不是帮他整过一次吗？一定是我的搬的力度不够，这波得加大一下力度。这个门多有点可怜，他只能在后面看着线。算了算了，不搞他了，再搞他的话感觉他要不玩这个游戏了。不搞他了，不搞他了。你这个出来吃线就很过分了呀。那搞一下吧，搞还是不搞，这是一个问题啊。差点伤害，你干嘛？来碰一碰，反击风暴 ，E 又躲了，加速，走起。是，还是太年轻了呀。这不走的吗？干嘛？哦，他要过来给我送钱。我说这个寒冰怎么不走了？他估计想跟这个稻草人把我给包掉。来控一下，长杀，杀人者横人杀之，知道吧？哎，这两个臭小子对我动了歪心思了啊！干嘛？你还要来碰一碰吗？那就碰一碰。他卡斯也在 Q 他，不然要被他恐惧了。我先锋是不是要到期了？不对，哎呦，我先锋没掉了！哇，狗贼，对面战术，就人海战术硬堆我先锋，让我不拆塔，然后把塔守住，然后发育。哎呦，顶尖理解，可以的，我上当了，我不应该杀对面的，得意忘形了这一波。我说怎么一个个过来死呢？原来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故意让我杀，然后把我先锋拖没了，然后保住这个防御塔，进一步这个拖发育，拖后期，可以。我这波别急，先 WQ， 我都不E你，就给你走位啊。
我差点钱，就是这个稻草人了。给你变个魔术，大变活人。这不没办法，没忍住，确实变出个人了，变出这个武器了。不是吧？这么多怎么把瑞文砍翻了呀？这么多前面被我抓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我帮他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接着去抓一下，我双穿了现在了。这个闷多我看到他了 ，I'm sorry。我鬼叔，你开大减伤好吧，吸不起来。蜘蛛是最克门多的英雄之一了，真的。首先门多是一定要堆血量的，刚好蜘蛛打人就是百分比伤害。其次门多有回复效果，刚好再来一手鬼叔出穿透，打他非常的痛，完美克制。我感觉我再找不出一个克制门多的，还有维恩百分比伤害。我这个戒指先不要着急啊，算了，才是着急一下吧，就刚好这点钱了，算了，勉强买一下吧。完成 A 一下，你要死，冷静一下，一躲 Q， 我说了，你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呢？还有你，贾克斯，手速很快，蓝并没有卵用啊，刚好被我晕到了，再来一手节俭。完了，完了！哎呦，哎呦，我没看到后面有人在。哎，我这个书掉了，这个很烦。我现在有点不太冷静，不行，我必须得给自己一点压力。再来一个爆裂魔杖，对面开始做魔抗了，这会不好杀，我有点上头，可能这个 BGM 太冲了，我们换点能冷静的 BGM， 差不多也该睡着了。这个寒冰跑掉了，这人在干嘛？你干嘛？瞧不起我吗？他应该在逛淘宝这个了。我依他一下。好肉啊！完了，反杀，这波手速可以，他伤害太低了，主要是没死我。建议这个套人出个无尽啊，一定要闪现拉扯开，这波有点极限了，赶紧做个反弹棒，我要秒这个门多。队友，他们还在打龙。别杀啊，我跟不上你啊，要杀这个门多，哎呦，我都没血了。先打前排一样，我百分比伤害，帮我控一下就行了，我没有纳什，这会儿我这个三穿透，我说的别上是不要打寒冰的意思，因为他去打寒冰控交给寒冰，这个我就没血，这个门多他就会杀我了，我打门多是很快的，别看他很肉啊，正常的思路去前后排，不管前排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我这个蜘蛛是百分比，而且我三穿透，他魔抗对我没什么用，所以我一样能秒，帮我控一下就可以了。区别就是一个打一秒，一个打两秒、三秒的区别啊。看杀这个寒冰跟武器区别不是很大的，你看这武器三项加水银鞋加这个腹肌斗篷加二，这么高的魔抗一样能秒他的，多丢一个技能的事情而已。我把这个纳什给他买了，待会 AA 的快一点，补点伤害，这个门多估计得多 A 他几下才能杀掉。过来过来，我为什么要买药啊？我还没装备还没成型呢，你们以为我装备成型了是吗？杀不过来啊，等我再打，别拖后期不好打。我不在队友先死了，还是需要他们帮一下我，最好等我再打，这样的话我们跟对面这么换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队友先死了，然后我杀对面，我现在装备已经成型了，他们永远没有成长的空间了，但是对面有，对面就跟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虾米，虾米永远是长不大的，但是小鱼可以变大鱼，大鱼的话还是大鱼，这样的话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我也没有，但是对面有，所以这么军事的话等于劣势，这么换的话就等于亏。不要做面具，做一个帽子好了，那百分比伤害高一点。对吧？哇，好险。你看这波人齐团了不就行了吗？是吧？对吧？不是很难的呀，前面打不过就主要是没等我，表面上看我们这边人头有领先是优势，其实是劣势，团队来讲的话，因为队友他线上是劣势，你看这个中上是吧，我线上都帮他抓了，他们还是打不过，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实力不如对面了，这个时候就得提醒他们一下。但我可以来个中亚倒挂金珠，为什么有人一直刷卡丁后期很弱呢？很弱也要跟谁比啊，在这把阵容里面他不存在后期弱的呀，这人我感觉他在钓鱼啊，他在钓鱼。这边想杀我来，金猪哎，今年是什么年？2020是什么年？这感觉还是打不过呀，鼠年吗？哎，你别 A 了，完了，哎，他待会儿得浪费我一个闪现，我跟他直接可以 E 上去，这边过来，吃个果子，爬个视野，咱先 Q 他，我有 buff 回了。不要啊，放过我，我还只是个宝宝，感觉这把好像有点难，虽然我一直在杀对面。我已经这个操作没什么问题了，但是队友好像死得比对面快，这个惩戒不够的，他两个兵，你们看一下近战兵的血，我为什么不一惩呢？我惩戒900血，近战兵1067，宝贝们，你们想到的事情我肯定能想得到的，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想一下，你们都知道一惩，我为什么不一惩呢？那肯定是因为惩戒伤害打不死前排兵，远程兵刚才可以，但是刚才在我们面前是两个前排兵，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播，请不要质疑他好吗？
哎呦，算了，我待会留一下，伤害太高了，碰一下他就死了。等一下我就给个 E 让队友杀他好了，我现在不需要钱了。主要我摸一下，我伤害太高，摸一下他就没了。这个连招下一时的连，下一时的就六个键直接按了。打团还是不能烂的，好一波了。哇，这个小蜘蛛太顶了。泉水 A 一下一千血，我这小蜘蛛可以顶四下，我多四千血。哎，我要是落泉水的话，刚才泉水是先打谁呢？先打我还是先打小蜘蛛呢？下一把了，这卡拉丁中单属实不太行，我给你们表演一把，什么叫真正的卡拉丁中单？这把打了10万的伤害。